被厉城兰和陆昭瑶赶出万路门的滋味如何？我是自愿离开的。就当你是自愿离开的。江武，你把心都给了陆昭瑶，你救了他，可他怎么对你的？他在乎过你吗？自始至终，他只在乎厉城兰。 宁弃身仙图，不使爱他美，爱他美折萃三，激发卓越自控力。直言邀您收看招摇。你找错人了。事到如今，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恨陆招摇吗？ 老子爱的，老子愿意宠的，就像你对厉晨岚一样。我今日不杀你，乃是因为你很可怜。如果让我知道你敢动陆昭瑶一下，我要你的命！ 此事你不用担心，稍后我会处理。如今这江武百般针对我门中弟子，万楼门门徒已经有不少人死在他刀下。倒是顾寒光，算这日子该回来了，怎么一点音讯都没有？阿荣，你再去查查，顾寒光可还在徐宗门？好。 来人！来人！谁？啊！
师父，已按照您的吩咐将幻骨熬制好了，可否需要给金仙送过去？ 这最后一位幻骨，是为师为自己准备的。江门主，金仙，江门主今日可是要在此处医治？正是，你先退下吧。师父，我想在一旁观看学习。今日我与金仙医治会十分凶险，你在此处会影响我们，退下。 是，金仙请。江门主，今日与往常甚是不同啊。这成败皆在于此，难免慎重些。既然成败皆在今日。 还望江门主告知，你口中那凶险的法子究竟是什么？虚宗门秘术。原来如此，江门主有胆魄。 金仙，请。一会儿还望金仙能按照图中所示结印，以配合治疗。 江河，你救我，就是为了夺我金身。事到如今，你有何颜面见你的列祖列宗？何颜面？我破了江家血脉的诅咒，逆天改命，<笑>我列祖列宗都应以我江河为荣啊！谬论，荒唐，荒唐！哼，当初。
唐玉圣主为了苏醒你，残害秦家血脉时，你怎么不觉得荒唐呢？你为了防止走漏消息，残害我兄门弟子时，怎么不说荒唐啊？不，江河，我念你救我一命，我不欲伤害你。伪君子，你居然自求死路，可笑之极！你以为你是江河？其实咱们俩都一样，连宗门大道都死了，你却还活。不，你胡说，可笑之极！为死！虚宗门三宝，秘药、禁术、门主，今日领教了。什么？虚宗门被灭门？赶紧去查。是。金仙。我刚听说虚宗门满门被杀，正担心您的安危。是我干的。江河想要活过三十岁，试图抢夺我的不死金身。先前他的善意皆是微弱，他以救我为由骗取我的信任，却在最后关头想夺我的金身。江河他竟然做出如此不义之事。我也是万没想到啊。不过最后江河却被我夺取了秘术功法，他也因此而亡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不过我听说江河和他门下弟子皆是相同的死法。不知虚宗门弟子围攻于我，我被迫无奈动用了江河体内的功法，至此惨剧，是我的错。金仙，不必太过于自责。你行此秘术，也是别无他法。是啊，如今江湖风起云涌，万路门恃强凌弱，我唯有舍小人而成大义。虚宗门阴差阳错地让我找回力量，这全当是他们为武林正道做出的牺牲吧。金仙心怀天下，
以身卫道，是我宗门之幸啊！谨贤一心为公，天地可鉴。我池天明，愿誓死追随谨贤。这些日子，各位宗门同道想来颇受委屈。如今我已功法恢复，想来宗门很快就会重回鼎盛。你我二人需一同引领宗门，将那万路门铲除。好，有金仙带领，我宗门必将重现辉煌。啊，对了，金仙，那六合天一剑，如今就在凤山。哦。万路门的林子玉叛离万路门的时候带走了六合天一剑，如今他人和剑都在凤山。林子玉啊，天哪，白痴欠火热酒调伏，埋伏患处，伏一万路丸，可治七日方。患者已针灸，已薄人，可除腹扰，断肢可以存活。上一尽天下，一难杂症，没想到最后自己却无药可医。笑话，笑话。
沈姑娘，山主差不多今明两天就能回来了，您不用过于着急。我算了时间，他今晚怎么都该回来了。许是路上耽搁了，又许是和江门主叙叙旧呢，肯定明天一早就能回来了，山主也舍不得沈姑娘多等的。厉门主，陆门主，你们可知寒光现在行到哪儿了？他何时回来？还有他走的时候是否带够人手随身保护？顾寒光走之前说是回徐宗明取药，不便带人，所以是只身去的。寒光说好两三天就回来的，可他到现在还没有回，我担心他会不会路上遇到什么危险。莫青，你待在这儿，我带人去找顾寒光。我陪你去。你现在压制莫青不要紧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你也不能有事，等我回来。嗯，走吧。嗯。这满门上下是怎么回事啊？如此死状，江湖可曾出现过？寒光，寒光，跟着他。是。分头找南山主，切勿单独行动。是是。寒光，沈姑娘，这是地牢。寒光，想来南山主也不会来这儿啊。沈姑娘。寒光，你醒醒啊！寒光，寒光，寒光。是谁干的？顾寒光怎么可能在这儿？阎王愁吗？这是七日方，他一定是在地牢中，没有药物，没有阴针，所以他医治不了自己。哪怕在山野树林间，他也必定不会如此。到底是谁干的？门主，沈姑娘，
我们还是先把南山主带回万路门吧，这虚宗门怕是不太安全，也不能让南山主一直待在这儿啊。若我找到真凶，必叫他十倍奉还。还是小韵韵这儿的茶滋味好啊。整日来我这儿，不是听曲子就是喝茶。锦绣公子竟如此之闲。我锦绣当然用不着操心，倒是那虚宗门。虚宗门怎么了？你练了一早上的琴，怕是不知道。今早探子与我来报，那虚宗门被人灭了。什么？门主江河连带门中数十名弟子尽数身亡，死相惨烈。大家都说陆昭瑶要重出江湖，要再掀腥风血雨了。为何认为是陆昭瑶？虚宗门灭门之后，传闻有暗罗卫到过虚宗门。此事有蹊跷。如何蹊跷？那陆昭瑶虽然行事狠辣，但恩怨分明。虚宗门与他无怨无仇，若是要报复，池天明和熊天应该会排得更前一些。没错，我与你想的一样，做此事的怕是另有其人吧。江武，哼，真是笑话，我杀人什么时候偷偷摸摸过了？我要是灭了虚宗门，走之前一定在墙上留下我江武大名才对。不过灭门之人倒是有我一半风采，去查查他是谁。是。子玉姐，你找到江武了吗？与他谈得如何？此人生性偏执，认准的事情不可能改变，很难拉拢。那就是说，我们以后一直都要待在宗门吗？只能如此了。以前我还想，我会永远站在他身边，以后怕是再也不可能了。子玉姐，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何对厉晨岚如此执着呢？门主，唤子玉何事？即日起由你做暗罗卫长，负责一应随护事宜。多谢门主提携，但是子玉年资浅薄，恐难服众。无妨，我相信你可以胜任。是，子玉定不负门主所托。属下请门主指教。子玉学艺不精，日后定当勤加练习功法。林卫长，你的功法已然提高不少，不必过于苛责自己。谢门主夸奖。
好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要再提了。子瑜姐，我入门晚，当初的事情我都没有经历过。我只听说，当时老卫长要带着大家殉主自尽，是你拦住了大家，归顺了厉晨岚。可是如日，还不如当时大家散了，也不会有今日的机遇。小艾，不许胡说。凡是暗罗卫，都是受过门主恩惠的人。万路门是家，家怎么能轻易离开呢？子瑜姐，那你当初是怎么进万路门的呢？我，我以前和我弟弟在血煞门做药人，后被陆昭瑶所救，所以我发誓我要报他的恩。这些年我守着他的万路门，算是报了他的恩。况且现在的万路门已经不是当初的万路门了。谁？林姑娘，迟执事请你去书房一叙，稍后就到。是。子瑜姐，池天明找你何事？不知道这个老狐狸又在打什么算盘呢？在这等我。嗯。林姑娘，找我何事？林姑娘，久仰大名。骆明轩。正是。林姑娘，之前你就跟我说过，合作便要相互信任。金仙回归一事，是我宗门最大的秘密，你可千万不要对外声张。林姑娘，请坐。不必了，有话直说。好。